宣布挑战美国职棒大联盟的日职火腿队二刀流好手大谷翔平，除了投手外，他还有外野手守备位置。若他真的能够兼顾，未来将在美国球界掀起一股大谷旋风。根据美国媒体 ESPN 预测，他一周七天又要当投手，又要当打者，真的很忙碌。以下是他的可能行程表：第一天当投手先发。第二天，因为昨天投球很累，最辛苦训练，再让身体放松。第三天，也守获 DH 打击先发登场。第四天，也守获 DH 打击先发登场。第三天或第四天进牛棚。第五天，若先发轮值六人，或许他会再次以野手身份先发出赛；若先发轮值五人，他将会休息。第六天先发轮值五人的话再次先发，六人的话再度休养。第七天再度回到先发轮值。不过大谷若是要在美国也二刀流，或许也要跟球团好好沟通，还有球团跟球员间的信赖关系。过去美职曾有 Michael Ellings 这样的例子挑战二刀流，他担任投手出赛138场，68场先发，防御率4.86。